扣我，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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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小欣来啦来啦，茶小欣小姐，十九号星期一。今朝我的嘉宾是啱啱出咗新唱片嘅小肥，嗱我唔介意强调，茶督撑系会撑努力嘅艺人嘅，特别咧就系乐坛嘅唱作人，因为唱片业而家发展疲弱，出唱片根本就冇钱赚，最紧要嘅咧都系歌手有经理人合约，咁唱片公司咧就要靠歌手去登台演出同埋出席活动赚钱，可以话系拉上补下，所以小肥经过两年默默耕耘，录一首歌都仲坚持要双take几十次，真系奇迹。可加，所以我就请佢嚟查督撑，讲佢呢一只最新心血唱片。好，今朝同你讲下咧，就系寻日我应阿莫文蔚嘅邀请去咗佢嘅结婚 party。佢十月一号咧就喺意大利结咗婚，一翻到香港，第一时间就嚟查督撑做访问。当时佢已经话俾我听，佢十月十八号咧就会补摆喜酒，除咗系因为要想同香港嘅好朋友一齐庆祝之外，最紧要嘅都系因为莫爸爸怕坐长途机冇去到意大利，所以咧佢就专登喺香港补开个 party 俾阿莫爸爸嘅，认真孝顺啊！寻日见到 Karen 神采飞扬啊，同阿老公 Johannes 两个人好 sweet， 不时咧都要做下接吻语。咁我同阿 Johannes 讲话：，喂 ，you are lucky man。佢竟然开心到揽住阿 Karen， 两个又情深款款咁样四目交头。咁啊 ，Karen 真系好开心，佢直情话咧开心过开演唱会啊！在台上面完全不用猫子，一口气多谢晒所有亲朋戚友，多谢爸爸妈妈，亦都多谢晒佢全身同埋成个 party 嘅所有赞助商。轮到 Johannes 讲嘢啦，佢呢就好似啲歌手嚟香港登台，点都要学返几句广东话冧下大家咁。一嚟第一句呢就话大家好，咁当然讲得唔系好正啦。咁讲到中间嘅时候呢，佢就承诺佢话会将太太摆喺第一位，然后呢就望住 Karen 话我爱你。到最后咩呢就多谢大家，都真系算几聪明几叻㗎啦。咁尤其是呢琴日个婚礼系喺海边嗰度举行呢，咁你好觉得哇真系好山盟海誓嗰啲咁嘅感觉啊。而喺呢一个 party 之后呢， Johannes 就会带埋 Karen 返去德国嗰度过佢哋结婚之后嘅第一个白色圣诞。咁喺度我再一次祝福 Karen 同佢老公 Johannes 白头到老，永结同心。上个星期呢我就送叱咤飞，反应又好热烈，仲有好多人问我有冇飞喎。嗱，帮朋友攞飞就真係冇啦，但係帮我查督撑嘅听众攞呢就仲有三张，係最后三张啦各位。如果你想攞呢三张叱咤飞，就要听实我同小肥一阵间嘅访问，咁就会有机会㗎啦。好，而家先公布爆发激嘅结果。周末嘅议题系宇宙最强甄子丹出手，会唔会改变你对糖糖嘅观感呢？二得票高牌先 ，D 多咗反感，选特首无需明星效应，33.5%；C 毫无改变，32.2%。E 非常反感，连甄子丹都唔撑 ，sorry， 21.6%。A 会增加我注意度，在意糖糖未来表现，6.4%。B 会增加好感，因为甄子丹有明星，6.2%。在过去的三日，爆爆网民的爆击率相当热烈啊！嗱，今日咧就系唐英年嘅誓师大会，佢事先张扬话有800人站台，希望唐唐今日唔好再打明星牌，因为网民已经好清楚表明，明星效应系唔会左右普罗大众嘅个人观感噶，大家只系需要一个体恤香港民生民情嘅领袖。顺带一提，艺人们，你哋高调去撑政界某一啲人，系有机会因为对方嘅民望而拖累埋你自己嘅知名度同埋印象分噶。咪即管睇下今日喺会展会唔会又有艺人被邀请去撑场啦。好，而家我哋先留意今日嘅最新鲜议题。爆击一言堂，爆出我态度。因应即日娱乐焦点，引爆网民热话 ,Hong Kong Too Bar。爆爆一击，八八一击。爆爆一击。一年一度贺岁片争霸又揭节目，八星抱起，硬撼2012喜上加喜，爆爆网民热身爆击，你会撑边一套？又系贺岁孖宝黄百鸣斗曾志伟嘅时候，为香港票房，为贺岁片文化，大家一于力撑，当系封利是俾香港电影业。A 两套都撑，因为贺岁片好系香港产品。B 撑喜上加喜，因为曾志伟对香港有黑。
C 撑八星好戏，因为多星睇。D 喺远线同长线，边套就脚就睇边套。D 实际派，以后备决定。请你呢一秒系 Hong Kong Two Bar 爆爆一击，爆击一言堂。圣诞节未到，但是贺岁片就已经密锣紧鼓在做紧势，在报纸度登大版彩色广告来宣传。咁讲到贺岁片啊，梗唔少得呢对孖宝嘅黄百鸣同阿曾志伟啊，两个大男人两年前开始咬手瓜斗宣传、斗卡士、斗嘴，即系牙教战啊，斗埋票房。今年咧再接再厉。八星抱起就冚2012起上加起，哎，总之就起起起都是想冲起香港的票房啫。嗱，啱啱嗰头咧，那些年就爬咗功夫头，做咗呢个华语片嘅累积票房冠军，为香港观众帮帮忙咧，多啲买飞入去撑港产贺岁片，等港产片倒赢翻一个冠军都好啊。而贺岁片咧，亦都值得香港人骄傲嘅，因为系香港独有题材咧，系为新年度身订造，第度冇噶。所以实在觉得呢个贺岁片应该系列入呢个世界文化遗产嘅，为大家一于力撑啦，当系封封利是俾香港电影业咧。早晨，星期一九份报章四个鱼头火速同你送上。太阳报有传杨千嬅将于日内公布怀龙 B 喜讯，千嬅更豪宅2800万置业，新龙宫接近父母，方便凑 B。东方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财务优势进，成为出炉亚洲先生，兼夺魅男大奖，成双料冠军。新报成龙、徐克、黄晓明等巨星亮相支持2012电影频道首映新年慈善晚会，成龙捐出200万二座病童。今日嘅鱼头总冠军颁俾幸福满社嘅新娘莫文蔚。苹果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城报，莫文蔚喺香港举行露天婚礼，星光熠熠，好友巨星纷纷到贺。茶督撑送一个良贫共贺幸福新娘莫文蔚，特大鱼头。小肥推出最新唱片《黄昏音乐会》。小肥唱出繁闹都市以外一片净土。天黑黑，身体摇晃。七首新歌，七种情怀。走到这里，所有精力被花掉。小肥两年努力，曲风别有洞天。他是有些令我很好奇。相信好音乐，唱到好歌声。不是你太意外的角色。小肥零包装都带给你无限风景，同你相约黄昏音乐会，邵恩姐有请小肥。分手这过程，黄昏中上映。10:47啊，有小肥。Hello， 早晨，小姐。早晨，早晨，我哋呢个早晨音乐会开咗先吓，一阵先开黄昏音乐会。咁啊，黄昏音乐会咧就，唉，嗰个等咗我哋好耐啊，小肥。吓，点解嗰个出版日期一推再推，即系去到黄昏先出？其实就有原因嘅，即系又唔系专登嘅，咁亦都唔系即系大家所认为嘅系咁啱，可能公司嗰排地震又导致嘅一啲即系延迟咁样。因为大风吹，唔知吹咗去边啊？系即系你知道我哋公司咁大风啦。系好大风。咁但系就冇关系嘅，因为其实讲紧我上次嗰只碟出。做宣传嗰时候我已经讲緊话嚟緊隻碟就叫黄昏音乐会嘅。嗯。即係同埋已经。咪就係囉，等咗咁耐。即係囉，即係点解我个题目諗咗咁耐都搞成两年先。去囉，咩事啊？其实就我自己就梗係
作为一个歌手，梗系想下只碟就好过金石噶啦。哦，咁系。咁跟住就所以啊谂好多嘢啦，即系一定要唔可以就 hea 出咯，我觉得。嗯。咁就就希望嚟紧呢只碟就好大部分嘅歌都自己创作先啦。嗯。咁就想又系有好多 idea 啦，即系我叫得黄昏音乐会咁诗情画意咁，梗系。不如吓、啊、可唔可以配合啲嘢咧？咁我不如揾我个 friend 阿怡兴啦，即系佢写嘢好叻噶嘛。咁然后不如揾佢嗱，我就谂好晒啲歌，然后你将啲歌收埋咧，就帮我即系写啲散文去串联咗啲歌。咁然后我再喺你散文嗰度画，即系画嘢啊！我中意画嘢噶嘛。咁不如出本散文嘅画集。兼喺歌与歌之间再有啲声音故事交代一啲嘢，即係好似成个古仔咁啊。嗯，咁諗得好理想啦，小肥仔。係啦，太理想啦。吓、啊、咩结果点啊？结果係各自。点解啊？因为太耐，因为我淨係开头做我自己我话好多希望呢隻碟好多自己作品啦、嗯、但我又即我又唔系话储落一扎啲咧，要临时为一件事去创作咧，系唔系话有就有咁啊？呢啲一定要真系之前就熬好耐啦。系啊，真系临渴掘井啊！我而家呢啲就叫做一定要之前准备，咁冇准备就拖，即系熬咗一阵啦。咁、嗯、其实喺呢段时间就好多谢 Rock Band 先。因为系啦，因为我作歌年期间，喂，咁我过嚟香港咩都冇、嗯，即系器材。系阿小肥系喺澳门过嚟。系啊，系你讲到咩过嚟？唔使过嚟。咁即系我喺香港净系得个地方，即系货住嘅啫，即系冇咁多做嘢嘅环境。咁、嗯、啊 ，Rock Band 就阿正就借咗个 studio 俾我去做，即系你喺度创作啦，你搞啦喺度。咁、嗯、啊，喂，唔该晒，即系借埋机，借晒佢啲而嗰啲架撑齐晒啊嘛。咁、嗯、但系始终讨论到做完之后啊，都有啲困难，我唔系样样识，我净系识电脑砌。咁阿黎妈咁经过见到，喂，砌得咁辛苦，我帮你弹个真啦、啊，即系弹吉他啦、啊，跟住阿低音手阿伟又系帮我弹个 bass 啊，直头去佢哋，跟住阿主音六号更加唔使讲，佢成只碟好多帮，佢都帮我填咗词添，系，即系呢段时间佢帮咗好多嘅。哇，你即系其实系小肥 featuring Rubber Band 喎，都系咪？我哋本身平时任何时刻都大家斗 fit 㗎喇，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发现我同佢之间啲碟呢，碟里面啲 credit 都互相有大家的名咁样、嗯、即係由上隻开始都系咁。係。即係所以我同佢哋。咁多人帮手都搞两年呀、啊、小肥。因为佢哋只係帮一 part 啫。係。即係呢个占咗个时间啦，然后第二占据时间就系我即係公司都想我有啲新火花啦、嗯、就搵咗个好劲嘅监制王尚伟先生啦，就做我的新监制。咁但係我个人个性格又衰嘅，即係啱啱相识呢，我係有啲嘢保留即係唔可以即刻、哦。open 晒就唔系咁放嘅，系啊，即系我系有啲咁嘅呢啲，我都唔知咩性格，所以喺合作上有啲障碍啦，少少少，即系开头要大家熟落咗先咁样，嗯、即系开头明明唱，诶、哎，点解你好似就住唱咁样嘅？好似唔好意思，咩叫唔好意思？即系边个就住唱，你就住唱，啊、小婷，喂，你嘅啫，点？唔系我知道，即系我一面对呢啲陌生嘅环境就会咁噶啦，我。咁其一啦，其二咁佢好精益求精啦，佢又要揀王尚伟系啊，揀最啱嘅咪，最啱嘅 plug in 去配合出嚟。有名你嗌皇上啊嘛，系真系皇啊！但系精益求精到我熟咗之后，又轮到我对翻自己精益求精咯，即系诶，我觉得即系话诶 OK 呢啲，我觉得唔系 OK 嘅，即系大家系斗系啦，跟住同埋我哋精益求精。听讲你丧剔喎，丧剔咗几多次啊？丧剔啊，嗱佢咧个录法就系好中意一剔过嘅、嗯，即系一次，总之一次录成首歌录晒，中间你即使啊突然间唔够声冇气走音都照落唔可以停，嗯，咁但系就一晚起码六成七十几剔咁样，即系每次录完都趴出嚟嘅、啊，即系间房度好似精子咁趴出嚟，我录完啦，系，但系都未必录，未必系首歌七十几剔啊，系啊。哇！唔止啊，即系你可能真系几听要唱几耐噶？两三个钟咯，连续咁样唱系啊，连续咁，当然可能有五分钟 break 同佢倾下偈吹水，因为佢都好中意吹水嘅。系咁，但系讲紧嗰一晚七十几听，唔系话搞掂吓，
即系话，你今日状态都好似差唔多啦，咁吓，或者差唔多啦，又翻去瞓啦。我仲系啦，佢又觉得仲好啲嘅，应该可以。系，不如你翻去瞓啦先啦。又或者我哋而家同我同你落去饮杯先啦，因为中环嘅 studio。系。咁我又饮杯茶啦，系咪？系饮杯茶。嗯，即系系啦，大家食下饭饮下，咁佢话：，咦，你今日状态都唔好啦，第日啦。系。咁啊，所以嗰一首歌系录几，即系你最耐嗰首歌啊，小肥。第一只。第一只。即系我第一只同佢去录嘅歌。攞咗几多晚啊？咩几晚？两个月，两个月都有啊。录咗两个月啊，晚晚七啊几剔啊？唔系，作死咯。咁又唔系两个月晚晚嚟，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咁啱遇啱佢有啲为佢个仔嗰啲学业忙紧嘅，即系一个礼拜可能得两三日录嘅。系。咁啊，所以就咁搞咁耐啦。哇！即系嗰啲歌唱几百次噶咯。系啊。但系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其实本身我人好即系譬如专登刻意去记歌词，然后到演唱一定甩流嘅。咁、但系如果咁样自自然然咁样系咁唱系咁唱，跟住哇真系到而家真系倒转背咁样。系咁样咯，即系随时开演唱会都得啦，小肥系嘛？起码新歌嗰啲应该冇乜甩流嘅。系哇，真系你唔讲我都冇人信啊！一首歌录几百 take 啊，原来系啊，即系佢实在太过要求。佢直头要求到佢录音个质素出嚟就可以摆落去天，即系 HiFi 天碟咁样嗰啲。嗯，即系一刀都唔剪。唔系剪，佢譬如录咗七十几 take 就将最好嘅合埋一齐啦，做最后剪接。咁、okay. 但系就唔系话你一句一句或者一段一段咁录咯。咁啊嗱，一路咧头先就话，因为你大风公司啦，系嘛，成日都大风啦。咁其实对你有冇影响咧？公司嗰个地壳嘅变动？就呢次嘅呢张新专辑嘅事件咧，我觉得嘅影响唔大嘅、因为其实由头到尾都系公司催紧我，喂，你得未啊？系，即系我系唔好意思到，即系譬如有啲自己公司啲师兄前辈开演唱会咁，我哋做后辈好应该系撑去睇下，咁佢就唔好啦，唔睇啦，点解啫？好 friend 噶，即系你应该要撑噶。唔系，我惊见到阿辉鸿哥去问我追过，或者因为避阿陈辉鸿，阿小肥咧，小肥咧就直情唔去撑啲老友场添。唔系都嗱，小肥咧就系同阿 Paco 好老友啊吓，系一阵翻嚟话俾我听，究竟 Paco 有冇听过呢只王菲音乐会？佢又俾咗啲咩意见俾你？同埋你喺香港咧，真冇人冇物，你做咩嚟香港？哦，OK， 一阵倾小肥。好。爸爸喂，茶督茶。爆爆一击，八八一 click。爆爆一击今日议题：一年一度贺岁片争霸有揭之幕，八星抱起硬撼2012喜上加喜，爆爆网民热身爆击，你会撑边一套？爆爆一击，头半个钟爆击走势，以得票高牌先。E 实际派以口碑决定，45.5%。A 两套都撑，因为贺岁片好系香港产品，27.3%。D 睇院线同场次，边套就脚就睇边套，18.2%。C 撑八星抱起，因为多星睇，9.1%。其他選擇暫時零得票。小肥事隔兩年，先再推出新唱片《黃昏音樂會》，佢笑話自己係悠長假期底，唔會為趕出唱片火速錄音製作。海邊留達 CD 店，歌如其人，小肥作品另有意境。玫瑰生活如常，放慢步伐，由心出發，一個人，一支吉他，一把聲音，都可以演奏成一個音樂會。輕輕梳洗過後已出發，異國的風光在變幻。茶督撐邵恩姐有请登上比红馆更大舞台，大自然大世界唱通天，小肥新歌舞来试试，咪高峰没有声音，临
四朝台或太暗。十一点十四分有小肥，咁啊小肥有冇俾阿 Paco 听过你呢一只碟啊？有啊，其实喺出碟之前就已经 send 晒俾佢听嘅，因为佢都想即叫我 send 晒俾佢听。带你入行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咁、虽然即系而家佢即系唔系同我即系同公司啦，但系即系我哋仲有好紧密联系啦，咁佢都好关心我啲歌啦，咁样佢 send 晒俾佢听。咁我冇问到佢。我冇问到直接点嘅，系，即系因为我都预计咗问，如果真即系佢都话好啊，好啊，佢都系咁噶，系咪咧？不过一不嬲佢都系咁噶啦，你俾咩佢听？阿 Paco 真系好啊，系、啊，除非真系好差啫。如果除咁，佢就开声噶啦，唔得啊，即系咁，但系我就听到佢即系佢而家公司嗰边啲同事又问喂点啊佢。好啊，系咪日日翻 office 开行李歌听？哦，咁啊真系几好啊！系啊，咁呢个 O K 喎，即系呢个系真实嘅反应嚟嘅。咁系咪就系因为 Paco， 所以你一个人单人匹马就喺澳门过到嚟香港呢边？系噶，系嘛？系噶，一句说话。点嗱？其实嗰件事好笑嘅。因为我不嬲都有帮緊我啲澳门嘅过咗嚟香港嘅澳门嗰啲创作人，即係李俊一啊、陈辉阳啊，咁唱 demo 嘅。咁因为佢哋如果 demo 有个人声唱呢，咁就係易 sell 啲咁样啦。咁我帮陈辉阳嗰批歌就成日俾 Paco 听到啦。咁 Paco 喺大概十年前都有问啊，呢、這个男仔系边个嚟噶？帮佢唱 demo 嘅，哦，澳门啦，又叫小肥嘅人咯，哦，小肥，咁、即系肥噶咯，系啊，小小肥，唔系有个小字，系啊，咁跟住，最衰啦，最衰啊，最衰系小肥啦，唉，即系佢，我把声原来深印咗喺个脑海度嘅，系，咁但系冇啦，事隔再五年之后，即系五年之前。我再帮陈辉阳唱小芳一只叫无双谱嘅歌。跟住然后 Paco 再听到。再问辉阳啊，呢系咪又系小肥唱啊？系啊，我想见下佢。跟住系我记得陈辉打电话俾我时候食緊饭嘅同屋企人。跟住喂小肥啊，唱啲舞啊又唔系啊。Paco 想见你喷饭啫。呢啲就系叫掠反应，咁排经理人系嘛要见啊，即刻啦！我自己就本身冇谂过话要过大海，要做歌手做呢样。呢只其实我读紧设计嘅，我真系谂住将来做设计咁样嘅啫，即系冇谂过要做室内设计。平面啊，平面设计，跟住但系心谂喂，咁人哋见下你啫，即系然后去到咪见一见咯，三思会审。有黄鹤高坐中间，陈辉阳、陈辉雄左右，哇哇几巨咁大巨头，系啊，即系跟住佢问我点称呼你啊？咁我又口就窒到，我叫小肥，跟住你个花名嚟嘅啫，系啊，其实就系中学叫到而家嘅，跟住咁然后我谁不知 Paco 话。你以后就叫小肥啦，吓得唔得噶？我心谂得唔得噶？系都未签，跟住但系佢个所有嘢好爽快嘅。总之就问你啲咩？三思会审审你啲咩？审哇审咩内容？只不过系俾啲我以前啲歌去听下，然后佢就讲嗱，你以前啲歌咧唔系唔好，不过咧就好似唔係好啱，你一初出道都點點點點，嗱你應該呢咁咁咁，其實都乜都未傾㗎喇，就你應該咁咁咁係啦，嗱我簽嗱開始講啦，我簽你咁多嗱咁咁咁咁，我就會同你出幾多碟，我一路冇反應，嗱你返去諗下啦。哦，即系我一路都系话恶高头咁样呆望，但系就心谂其实我又唔使付出109,700咁样，佢真系俾个机会，即系呢个人一世咪一世系，系啦，人一世咁个时间又唔系多咁试下咯，咁就做咁就做咗歌手啦，系啦，系咁啊喺呢个做歌手嘅过程里边，当然有挨过嘅日子啦，小肥啊，梗系有啦，最低潮嗰阵时系边段时间？最低潮我谂系都系呢
筹备紧呢场黄昏音乐会嗰阵，即系过去呢两年，系啦，呢两年咁佳欣就最欣赏我嘅黄生，咁就佢就离开啦，又咁你讲 Paco 系啦 ，Paco 啦，跟住转手，好似有啲方向都失咗啦，转、手啦，咁自己我自己又唔系好担心。要点即系点嘅？其实我系一个几乐天嘅人，我只不过系想做好只碟先嘅啫。咁喺呢段时间，咁又做碟，又又始终未做好，咁始终又系未可能在商言商，一路未有新歌，就一路好难去公司俾 job 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咁好在喺呢两年时间，就好多导演中意揾我拍戏嘅。哦，赚片酬系啦，同埋澳门嘅政府都好乐意。好鍾意搵返我返去做 show 嘅。係。咁就澳门就好肯畀錢嘅。咁。肯畀錢過香港啊澳门。澳门係啊咩都係啊，澳门政府又肯肯畀錢嘅。係啊。政府畀而家畀6000蚊派6000蚊7000嚟㗎。我就派6000咋嘛。真係闊綽。所以就但係都会有问嘅时候，點解咁耐都出唔到隻碟嘅，即係都呢、這个都算係一个低潮啦，对我嚟讲，咁但系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好乐天可以面对到嘅。即系生活上系冇事嘅，不过就系嗰个心态上，即系成日都棘住咁啫。系都大问题冇嘅，但系都有啲小问题嘅，咁样都冇问题嘅，其实但系都棘住咯，你话就系。咁你就同阿 Rubber Band 嘅六号系咁老友，就系呢段时间啦，因为低潮。哦，咁我同佢老友啊，唔真系低潮噶啦，直头系。低潮之前嘅都老友㗎啦，因为其实讲緊我同佢係差唔多时间係出道嘅。咁然后仲喺一个公司搞嘅一个全公司嘅一个音乐会里面嘅 rehearsal 认识。咁可能大家都係嗰个时间出道咪特别多嘢傾啦。我再得识埋六号係澳门人。咁、更加好似他乡遇故知咁样啦。即係一个人嚟到啊好似搵到个朋友啊傾下偈先。即係唔係话其他公司同事唔好啊，田嗰啲好 nice 嘅侧田嗰啲即係话。但係始终可能有个辈份嘅隔膜有代沟。咁同埋你即係我唔敢係我唔敢。六号大家都澳门人。係。係。其实田嘅 nice, 即係譬如但我唔敢你之后先我就话嗰种生保怕生保唔 open 嗰啲嘢呢嗰啲嘢阻住个友谊发展呢但係即係同佢之后又一路 Paco 安排我同 Robin 一路 school tour, 咁然后所以就好 friend 囉。虽然之后系我出碟先嘅大家出道。咁我一出碟就庆幸大家人又鍾意听我啲歌唱我啲歌咁就都算系有啲啊有啲成绩啦。咁开始得到你知做 artist 有啲利益啦开始得到啲 sponsor。咁我觉得呢个 moment 我就Rubber 未出道咁不如我同佢 share 啦一起咁。所以即系大家系经历咗呢段系啊呢段日子，亦都系咁样咧，就呢一只碟咧，佢哋就帮你好多忙啦 ，Rubber Band 系啱啊，六号啊，系佢真系你点样报答人啊？点报答佢啊？嗯，我啊直头谂住以身相许噶啦，你大唔大食啊，大佬？唔系佢哋大唔大食、啊，而家系我以身相许，咁多肉应该够食嘅。唔系，我觉得有。我成日请即係好我请食饭定时走唔甩㗎有好多时一齐食饭都揸埋即係嗰啲好老土嗰啲场面呢揸埋单去打交咁样成日出现嘅。好啊但我有时觉得喂唔好咁啦呢次讲明我请㗎嘛。係。唔得唔得唔得然后大家斗好核突。即係你同啊六号两个喺度斗啊。只係成对 band 都系咁即係。你边个人斗啊所以我就。双拳难敌四手人哋有五个。等我用音支譬如我洗手间先啊。然后去洗手间其实埋咗返嚟坐。好啦继续坐经济。喂埋单啦。埋咗。然后嗰时埋咗喇喎佢。搞错啊即係咁样啦。啊咁咪几好即係几好朋友啊真係。係㗎係㗎即係到今时今刻我即同埋我哋真係唔係真係泛指去食饭或者帮手有时唔开心要倾诉心事大家互相系即係大家就可能上我屋企或者上即係倾嘢咁我好鍾意做聆听嘅我又系。咁有冇真係諗住搞返个黄昏音乐会同 Rubber Band 一齐 jam 下我梗係有啦即係撇除
搞黄昏会先同 Love and Jam 永远系开心嘅，因为以前真系由大家已经 jam 到有一种默契，就系、是、可能大家靠个眼神就知几时入或者几时，诶、我唔唱你唱咁样嗰啲，即系呢啲系真系好讲一个时间浸出嚟，或者大家之间个共识，即系唔系话练出嚟嘅呢啲嘢，所以同佢哋永远即系合作，永远都系开心嘅。咁搞黄昏音乐会都想嘅，因为就趁住呢、這个。主题大碟，因为其实我密谋成日搞一只主题大碟啊，点解你要搞只黄昏音乐会啫？我就系密谋，希望澳门政府睇到咧，就可以俾我真系喺嗰个场地搞场黄昏音乐会。边个场地啊？龙环蒲韵，澳门氹仔。龙环蒲韵。系啊系啊。系喺氹仔嗰边嘅。氹仔嗰边。吓，咁咩咁特别啊？呢度？特别就特别在咧，佢呢个音乐会其实嗰个场地真系好靓嘅。咁头先阿比嘅相睇到好靓嘅，即系一啲蓝蓝绿绿嘅一啲复式单位啦，出边系一啲即系好蒲好旧式嘅蒲式公园，系好欧洲，系啊系啊欧洲。咁去到尽头有个圆形嘅场地仔咧，咁佢个 backdrop 就系一个大自然嘅红树林啦，仲有啲栖息中嘅红鹤咧会飞下飞下咁样啦，同埋佢会暑假会搞多啲嘅，咁所以就。喺嗰個露天嘅場所，有啲微風吹下吹下，好舒服又唔凍啊！咁同埋五至七仲有個黃昏嘅彈簧做埋背景咧，就好舒暢嘅。咁咧即係你唱嗰個又好自由、好 free 咁樣啦，唔使即係唔記得歌詞就冇人怪你啊，又或者唔使專登刻意諗啲嘢講啊，唔使專登諗 encore 啊，即係好 free。即係澳門係有呢啲黃昏音樂會。係啦，直頭係有直頭有一個系列，即係黃昏音樂會嘅。哦，每個月一次咁啊？一年可能有十几次咯，咁咁好玩，系啊系啊，咁就政府搞，咁就有啲摊位卖小食啊、饮品啊，啲人好随，嘉年华会系啦，即系系啦系啦，但系啲人好随意行入嚟。咁睇嘅就又不收費用嘅，但係就唔好以為係即係啲公園街頭 show， 佢其實就請咗，又請過陳以貞啊，請過好抌本，請過一對夫嘅日本 jazz band 啊，或者係四重奏咁過嚟去做呢啲，咁就好舒服嘅件事係，所以我好向往，我希望可以喺度搞唱個人嘅黃昏音樂會咯。哦，咁所以咧，你個碟裏邊咧都有一張無疑嘅入場券。係啊，係啊，係啊。Sunset Concert， 咁我即系睇到咧，咁啊两只鸭嘅，一个同我系两只鸭嚟嘅，点解用两只鸭啊？小肥，关咩肥鸭啊？小肥鸭，系啊，我迟啲开间小肥鸭。咁其实我同呢个制作公司即係帮我做封面嘅叫 Kenji 嘅傾过啦，咁佢吸收晒我啲 idea， 即係佢都问我点解黄昏音乐会，就係话俾佢听我好向往有个好乐在自我陶醉乐在其中嘅一个个人音乐会啦，即係因为你好自我陶醉唱咗啲好嘢，就好自然有个感染力，就会同啲令到啲听众观众产生共鸣，就唔使我做咁多嘢啦，总之你自己 enjoy， 咁呢个音乐会就好㗎啦。咁我话俾你听，哦，咁即係然后佢就专登即係做啲鸭啊公仔啊，封面都有一隻鸭喺度嘅，就係话既然你黄昏会咁自我陶醉自得其乐，咁其实就可能冇观众，其实你都会咁自得其乐，咁就会摆啲公仔嘅观众啊、鸭啊嗰啲喺度咯。哦，即系呢两只鸭就系观众嚟，系啊，咁样就你有冇搞错啊？唔系 ，OK， 咩朋友嚟啊？唔系几靓嘅，但系出到嚟件事啊，咁啊几靓，即系好舒服啦，俾人嘅感觉。咁啊嗱，阿小肥一阵间翻嚟咧，就我知你就嚟约门呢个金牌大风，你会唔会续约咧？一阵间话我听啦，同埋咧，我哋有三张叱咤飞咧，系要你帮手送嘅。哦，一阵间翻嚟 ，OK， 小肥。你茶督撑 Hong Kong Two Bar 表态平台，爆爆一击，八八一 click， 爆爆一击今日议题，一年一度贺岁片争霸又揭之幕，八星抱起硬撼2012喜上加喜，爆爆网民热身爆击，你会撑边一套？又系贺岁孖宝黄百鸣斗曾志伟嘅时候，为香港票房，为贺岁片文化，大家一于力撑，当系封利是俾香港电影业。即上 Hong Kong Two Bar 爆爆一击，即时表态，24小时无忧。茶督撑小欣姐继续有请，令你灵魂骚动，听半句醉倒。有黄昏音乐会主角小肥。海边
老达斯的店身边，与他听一片。11:39，你听到小肥呢啲咁抒情嘅歌咧，我真系我觉得系听听亲介绍，我都哇夸张夸张，好温柔。系呢个唔系小肥嚟噶，好温柔。我都温柔嘅，即系成日都好好悠闲咁样系嘛？悠闲可能系澳门人嘅特质嚟嘅，唔系我即系我哋其实系几小岛风情咁样吓，系啊，即系我哋嘅速度，即系尤其可能我会相对翻香港朋友会，即系澳门嘅人嘅速度慢好多嘅，或者好多冇咁紧张，系冇咁紧张，冇咁想。要争咁样嘅，即系争。咁你嚟到香港惯唔惯啊，小肥？其实系一个即系吓可能行路系用即系八拍嚟到香港系24拍。步伐上系惯嘅，因为我一而家我即系行得慢啲咧，即系翻澳门咧都要个人头，喺碾车咁样。系俾香港人。已经感染到你啦，系啊，但系香港人有时真系比唔到佢哋好快，即系我谂住爬停，佢又追翻上嚟，真系碾车咁。咁好啦，而家你就嚟约满啦，系咪又好碾车咁啊？已经好快倾咗张约啦。就未，因为仲我以我所知系仲倾紧嘅，因为有好多细节上嘅嘢都要去倾啦，因为都有冇见过而家你哋嘅新老板啊？我就未见过啊，所以都起码要见一见先啦。系，所以就仲倾紧啦，因为同埋我嘅。即系呢啲管理上嘢咧，从来我都唔理嘅，系都我身边有个澳门即系死党兼 partner 嘅叫小林嘅人一路去帮我管理嘅，叫小林，我智囊嚟噶。小林就管住阿小肥，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譬如话阿 Paco 系揾你咁你又会唔会去跟阿 Paco 咧？小肥，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机会，咁当然係会好慎重考虑啦。咁话晒真係恩师呀去发掘我嘅。咁但係我而家都暂时未听到佢有啲咩动静。咁可能但係我嘅未来嘅意见或者出碟啲嘢，其实我而家 keep 住都有问佢意见嘅。咁佢都好中肯俾咗意见咁样嘅。咁即係Paco 就不嬲都系㗎啦。佢係好照顾佢一手提携嘅人嘅。係。咁嚟緊好似小肥要拍戏喎，係咪？哦，係呀，其实拍戏就唔係新嘢啦，对我嚟讲。即係好庆幸，其实一做新人第一年呢 ,07 年就已经有机会接拍到一个叫做爱斗大嘅戏啦，即係一班新人好癫得咁玩。剛才你都讲啦，喺你嘅低潮期就靠拍戏为生。即系我唔知点解导演咁俾面咧，好中意揾我啦。咁我亦都拍到今时今日，咁有啲角色系好容易拿捏嘅，即系譬如做翻自己嗰啲咧，即系所以都好多戏都中意揾我系做啊癫啊搞笑啊，甚至系啊，即系其实都可能有啲说服力嘅，因为我有时都会去一套戏一出，我都会偷偷地去睇下咩反应嘅你咧。系，一见到现场嗰啲观众吓，总之我一出系唔系咧，我都未开口嘅。哎呀好搞笑啊，小肥啊，但係有个唔好处就係譬如我有时拍啲正经啊严肃嘅嘢。唔得啊。都嗰啲反应都係好搞笑啊。咁即係唔使驚。小肥冇问题嘅。即係你係新人。即係有咁样嘅效果冇问题。谭咏麟拍咗咁多年都係。佢做晒手出嚟又係大家笑。谭晴大家都笑。哦，咁所以冇事啊，OK 噶你。唔系，但我都想，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我都想做到啊！啲人系出嚟系OK 喎。系，我觉得系。咁嚟紧呢一套有冇得发挥啊？有啊，呢次揾我嘅彭醒弟啦。哦，拍鬼片啊？唔系，都系侦探片啦。其实同佢合作都几套噶啦，兄弟。咁佢我都好中意佢哋嘅发笑手法，佢哋系好清楚自己要咩嘅，快靓正。系啊，咁同埋，但系有一次就会面倾到，诶，又拍咯，系啊。
但系呢次就唔想你搞笑，嗯，想你做一个好辣嘅角色，咁详情我都唔好清楚啦。咁总之话我唔想你做翻以前啦。咦，侦探片啊，侦探片就系嗰啲C 加 B 加啊咁样噶咯，系嘛？即系有阿王噶咯。有系咁，我第一次接触佢啦，咁所以好紧张啊。咁你中意拍戏定中意唱歌咧，小肥？哦，咁我一定揀唱歌，嗯，咁始终呢样嘢系我最十拿九稳，我最有信心，最真系呢啲唔闲事都系挂喺嘴边，工作以外嘅娱乐都系依样，咁，嗯，所以我一定揀唱歌。咁啊，圣诞节点过啊？系咪有好多 show 要做啦？嗱，圣诞节即系继续宣传同埋做 show 啦，嗯，之前，但系正日同埋 Boxing Day 我应该会留翻喺澳门同我一班老朋友甚至屋企人去聚相聚咁样咯，啊，我最中意呢啲噶啦，饭聚啊咁嗰啲。饭聚，食饭嘅聚会。啊，真系咁都要食啊食字。饭聚集团嚟噶，饭聚集团，唔怪之你叫小肥啦。系啊，不过唔好大肥好啦。但系嗱，阿 Paco 咧就中意咁嘅，佢即系去做一个 artist 嘅时候咧，你知佢要睇上算命啊嘛，系咪？咩，啊，颜色啱你啊咁？咁，啊，你咧有冇话你要大肥咁先啱你啊，小肥？嗱，咁佢又冇係因为呢个上学而同我有即係叫我要求啲咩嘅，佢只不过係话你叫得小肥就唔好变瘦囉，即係起码你要 keep 返个肥，因为我有一排係瘦得好紧要嘅。咁，嗯，啊，嗰陣时真係俾公司除咗 Paco 之外係其他高层轮住铲我嘅。太瘦啊？係啊，即係。你即系点解啊？即系吓，啊，你叫小肥喎，啊，咪系咯，货不对版。即系上次同事啊，甚至系即系甚至去到 artist， 个个都同啊，尤其阿古 Sir 啊，太瘦唔好睇啊，系即系成日见亲我都系讲呢个，得噶啦，好大压力啊！你发觉你嘅体重咧，已经成为大家嘅焦点啦。不过而家冇讲，因为我已经肥翻啲。你系咪由细到大都咁肥嘅咧？唔系啊，细个我妈俾嗰个称号叫我做排骨队长噶，瘦到系啊，咁可能即系唔知食极都系食唔肥，即系尤其我都系帮阿妈，即系每次开饭净送系清理嗰扎、哦嗯，但系都系唔肥咯。咁阿妈就一度怀疑应该系生虫，然后就唔知边次边餐就落咗啲花塔饼嗰啲稻虫嗰啲咧，就自但系个食量 keep 住，就自此之后真系肥。咁我谂真系有虫咯嗰阵时。我又冇专登睇下去完厕所之后咧，好多阿妈会买花塔饼。俾个小朋友食唔，啊，会啦，而家好多小朋友出现黐肥问题啊嘛。咁啊，小肥肥咧有冇妨碍你去识女仔啊？又冇，啊，都一日识到咁多女仔吓。其实讲翻系即系大家都嫌我太瘦嗰段时间，我嘅好死即系老死兼 partner 小林啦，澳门都讲，佢即系佢话你睇下。嚟家最瘦嗰两年你做緊乜嘢沉寂咗啊即係要肥返。係啦，咁樣。好啦，嗱，小肥剛才呢你答应承咗我哋帮我哋呢就送三张即刷飞出去。係。咁你而家问一条问题，咁大家去打嚟 1872881, 知道答案就打嚟，咁呢就有机会攞到三张即刷飞。喔，咁正喎。问问题。好，咁啊，就问一问大家，我呢张新专辑啊，以黄昏做主题嘅新专辑，个专辑名叫咩名？系叫咩名？咁啊，记得咧就打嚟1872881。仲有小皮，喂，还任你嚟到啦，屈多你张碟，送埋你只碟俾人得唔得？我，哦，绝对乐意送啦。OK， 即系三张即刷飞加一张小皮嘅新碟。OK，thank you 小皮。唔使系。